这个朋友一句话形容他。别闹了，卖闹啦，很碍眼，就爱演的呀。我还没有。别再气了，不要再气钻了啦。我猜他今天一定会表演气钻。不晓得什么时候而已啦，他会给我们惊喜。被你们讲的我很想看，很想看他气钻。对啊，他们一直在节目预告说他今天会表演，所以还蛮期待想要看到。陈志毅朋友，嘉喜新竹市政府嘞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新竹，然后找的是算是我个人提供的一城市的一好朋友，这样。你讲你今麦的朋友在里面？对对对，等一下从那边出来。你在里面有朋友？哎哎，其实也都算认识啊。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位吧？哎，也都算认识。年轻有为。有，他年轻，平常要指挥调度很多人。当然了，他得做指挥的动作，要，对，他是要的。他该不会还有在造福一些乡里吧？有，乡亲都有接受他的照顾。他的西装都是定做，很 fit， 肯定 fit。今天是有备而来，然后他发型每次亮相的时候都一定要刷蓬，短短的嘛。对，哎，有。哎，就是咧想迄位，那有可能？哎，姐来宾，你太高级了吧？为什么同手同脚啊？跃马江湖道，直接比天高。欢迎收看《一城市一朋友》，闹着玩，我就是新竹市的朋友。传说中的跃马，白天也可以转，日马也可以。没有啦，怎么跟电视上看起来长得不太一样啊？那你想的是谁？起定啊，起定林市长啊。哦，你说林市长啊？我哥你问到我多高？你林市长就是平头。林没有林志坚，但有张志杰。啊，你来未来退出来？你是去哪里救本少呀？这里我很熟，整个新竹我都很熟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你们今天来放心了。我跟你讲，没在闹亏耶。因为一城是一朋友嘛，我就是介绍。我介绍新竹啊！我可以先问一下，你这个朋友是从哪边认识的？你不是说有指挥官吗？他是制作人，他指挥啊。我就是因为他离开那个节目的。哎，你跟他一起安那来啊？走路啊，走路。哎，我你应该属于绕回哎。我们很多工作人员，他会塞住麒麟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前制作人小胖，你的师傅。小胖。小胖是谁？哇塞！肯定啊，一城市一朋友做得很好哎。哎，我白工你输添添啊，起码弄好看一点嘛。好，起码弄好看一点。对啊，好，可以的。我清楚，我很熟，我处理一下。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好，你家庭边啊。哎呀，处理一下，好看一点，跟我一起这样。要同手同脚。还要这样。一二三，起码好看一点。那就起码吧。啊！你太夸张！你什么时候变出一只马来的？已经光出场就动嘴啊！跃马江湖道，哇！这一批就是我在新竹的坐骑。你们大姐的人都这么有梗，都这样，都这样，就是一件硬塞的梗。二马可以骑吗？可以啊，你会吗？教练，你是有点不敢，是不是有点不敢？教练，太夸张了，硬是弄一匹马，看这么多人硬是带一匹马来到新竹市。上马好鸟，他上马好鸟。哎，跟着走，那走来新竹市。骑马的年轻男子，闹着玩 go！ 哇塞！对，为什么你一直跟着你在这边闹？喂，要去哪？喂，我一直转。喂，喂，往后看一下倒退路。我们现在在找别的朋友，来得及吗？找新的太荒谬了，太闹了啦！哎，好了，算了啦，哎，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走，等等哦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要撞墙了，撞墙了！怎么又进去了啦？你要进去了？好了好了，我决定找新的朋友了。我们去路边拉人都应该不错吧？可以了，走吧。哎，红灯啊！红灯喂！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厉害，市府广场弄了一匹马，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车啊马都停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会收到罚单对。你还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啦？还要付钱啦！不是不用钱的，不用钱。
谢谢。这荒谬，这就荒谬哎！空来信物找我。算了，赶快找别人，找别人。这一下来零年，偷偷在那边。大匹马也是人扮的，他等一下会拉开来。哦，好热，我在里面快闷死。哦，看到两边两边。他们还好有拍，我们有看到他在付钱。啊不，我们动这一搞嘞，搞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用走的。你老半天，你就弄台车，我们坐过去就好了。现在走多远啊？我也很累。现在我们去新竹市啊，60年的一个东门市场。平常我们来新竹就是城隍庙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个算是外地人，在外地人新竹没有朋友的才去城隍庙。新竹有朋友的哈，都来东门市场。你在东门市场是可以横着走的。我不止横着走，我还可以横着跳。真的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看哦。刚才你们没有看到吗？市政府骑马。我看到，看你有那么夸张？冷天空嘛，我看到啊。为什么你们会看到我付钱？你有 cue 人家去拍。你就怕你的梗人家不晓得。没有人在拍你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有人在拍你吗？拍照哎，他拿手机都拍我。你要不要签名啊？你有没有练签名？我现在签名很漂亮。你是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的？你现在干嘛？你现在到底要干嘛？你今天的状况越来越有问题了。当不成艺人嘛，不然当个议员也好。哎，到了啦。到底这么贵啊？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？你看一家子的东门市场，里面这不像，连上面的题字都不是用扛棒，是用写的。哎呦，感觉好像真的肚子有点东西哦。是不是想要去上厕所？很多人来这边拍哦。这个扛棒有香港的感觉。哎，真的，这个香港 view 哎。哦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对啊。啊，给了你啊，时间不亏嘛，那不这样的亏啊。我俩不能处理好啊，因为这边好，平常其实是晚上。你到底处理一下？处理好，处理好，应该是左转。来这里，应该是你可以确定一点吗？哇，这个是日本料理，到底是哪里啦？没有，又拍看错地方。这是日本料理一条街哦，什么？好多日式料理，日式都有，日式。哎，来，欢迎欢迎，到了，里面坐，闹着玩，闹着玩。哇，这边是在东门市场的1065室，专门卖的是创意的炒泡面哦，还有日式呢。压倒性的胜利，压倒性的胜利，胜利了。那这个市场你了解吗？这了解啊，你应该会比他还要了解，对不对？这个市场呢，在过去其实是在新竹市舶来品的市集都在这里。那它其实有一稍微没落之后，在过去的这3年来呢，又有一些年轻人的创业。现在晚上大概有36家的店面，晚上会比白天热闹很多，非常热闹。他今天是不是弄很大阵仗？是不是有一个团队来服务我们？他确实是用一个团队服务我们哦，不是，他就是怕输嘛。对，他是看了小胖那一集来报名的，不是吗？人家说啊，你是小胖的徒弟，他不想被说这个嘛。那为什么？对不对？他翅膀硬成这样子，小胖是不是要弄走了？大家如果不晓得小胖是哪一集哪一位，你就回去看我们播出，点上面，点上面，肯定一层是一朋友，这里给他点下去。这一集播完之后，你们再来比较，然后看谁比较厉害。那现在嘞？还是输一点啊。本来我觉得有比小胖的胖再高一点，后来看到那2000块。我跳了下来。阿亮，哦，擦怕你，擦怕你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我有点饿了。哦，哎，这我干嘛呢？你在捞的时候那个香气，呜，嗯，好了，拍到了。但是很香很好吃，它不是泡面，然后淋上辣汤而已，它好像泡面的熬煮就是用辣汤在滚的，整个味道都跑进面里面去这样子。对啊，那个面条吃起来很滑顺哦，其实这方面可是感觉好像外面有看你感官哦。咕噜咕噜的，麻辣鸭血非常的好吃，入味很透，很透很透很透。这个一定是从麻辣锅捞起来的那个泡面，对啊，会吃。我需要你的肯定吗？老板，再见。我要搭飞机走人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胖，你好，问你。再见啦，再见，再见。介绍一下这个来历啊，他不是讲介绍人，你可以介绍他的来历吗？什么蒋经国，你会吗？蒋经国，你说小胖，你说小胖啊？那个蒋经国总统，对，蒋经国总统，跟着他们出的泡面，那一年他来台湾。
我还他出了半面呢，他去后面干嘛？你会不会啊？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，来，蒋经国总统，这是蒋经国总统呢。对，退来台湾的时候。啊，那时候不是退来台湾吗？带来一个御厨，带来了一个御厨，叫做曾阿公，叫曾阿公啊。他的配方，然后他的配方，跟他的孙子就把他的孙子就把他配方了，跟他们合作，煮出了这一个麻辣的泡面。哦，那鸭血也是吗？那个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吗？是没错，这家特色在鸡排，哎，这个的特色在鸡排，要配。你背啊，有，学姐有卖耶！哦，这个香气很熟悉耶。可以，锅鸡的香，然后带一点菜的香、洋葱的香，炒起来还有蛋香。然后那个鸡排呢，那皮哦，非常的酥脆，这鸡排不错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老板你这个应该用的是排骨鸡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牛吧！香气很熟悉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排骨鸡面。来，我来试试看。好。怎么样？排骨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面吗？辛拉面。哦。我真的要找，我真的要找大姐。大姐。他这个辛拉面还用起司下去做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特别的地方是用鲜奶下去熬煮这个拉面。它特别的地方就是用鲜奶哦去熬煮那个拉面。哦。对，就是，起司熬煮鲜奶辛拉面。哦，好煮气死辛拉面，我有讲错吗？没有讲错，没有讲错。这个香肠一样，其实高阳香味，我跟高阳香味还带甜味，这是辣味，对，辣味的。朝天椒粉下去用了高粱香肠，有辣味的是用朝天椒的粉去处理这个高粱香肠，那厉害啊！它原味的那个就没有用朝天椒粉了，那要用什么？嗯，猪的前腿肉跟猪的后腿肉。再加上高粱，真的是用猪的前腿肉跟后腿肉，两个用50%/50%的比例下去匀称打完，再包那个肠。通常是三七吗？没有没有，这边比较特别，五五。刚刚老板讲到这份吗？他有讲吗？前面那个真的有人把人家挡到，赶快去。哎，那不要这样停在那边。哎，我还真的去耶。把那一点有多碍眼的。除了这一间之外，接下来哈、哦、来去吃一个很简单的烧肉。下一间店还是你吗？不止下一间店，你下一段、下一段都是我。好可怕！好，走吧。还不行，还不行。可以模仿先行好吗？好，中间的，这是中间。等美丽，等美丽，好，我会，真的假的？哦哦，很辣，我没有吃辣的。尴尬，尴尬了吧？尴尬了吧？可以不要再闹了吗？闹完了吗？闹完了，闹完了，闹完了。好，谢谢家，耶！谢谢。好，你要一个呢？真的很贵。好，好了好了，我没有吃辣的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哦，无聊，不像。要你对不像，自己还比你像，一点都不会。好吧，这料品呐，炒面呐，然后冻饭，你这个也是来拍一集假出国的，飞日本。哎，深夜食堂，这单创意面线，创意面线，对。你刚刚利用几块？蛋，我们自己来逛，为什么你要跟的？导游啊。你请那个请保安呐、啊，不能有自己的空间吗？不行不行，新竹我发文，那我先走就是了。你看这个店，这个店如果在晚上这样子放进来，真的有日式的 feel 哎。嗯，烧肉哎。哇，阿力，含胸冷气啊！阿力，好，今天好，睡。阿文总，欢迎来，欢迎。处理好了哎，啊，怎么现在才来？又处理好了。你怎么又在啊？这里，坐，真的不换人，你说，前面有人换是？这里有冷气，哎，这里最凉，这里也很凉。没有，我在那边等下会关掉。拜拜。这种小店的感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喝到后来，一整家店里面都变朋友，因为这么近啊。然后看到对方吃什么，老板那个我也来一份。会。来 ，Peter， 来，蛋，很久没有 Peter。老板，你叫 Peter 吗？你说来 ，Peter。对，小时候叫 Peter。
上盖肉，上盖耶！你用到老饕肉，厉害，真的是懂国油等级。国油这样子，哎，900多块，便宜耶！这一个人不见得吃得完。而且这个地方是好地方，东门市场，原来还在，还在，还没有讲到他，没有 Q 到他，他一定会记得哇！你那边没有地下室可以去喝，感觉人间里面融化最好的一道菜。你怎么那么快就三分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因为我们的肉都是冷藏肉，基本上都是建议3到5分熟。而且老板很知道说烤三片就好。对，哇，这个香气出来了，哇，哇，这晚上播出看这个，哦哟，哦哟，哎，赶快我们三个赶快吃，哎，等一下还没有稳呢，我的还没有，我们赶快，哎，来来，朱丽丽，你头痒，你头痒 ，Oh my God！怎么样？这是我近期吃到非常好吃的牛哎，我觉得它一进来就不见了嘞，不会觉得太油，也不会觉得说它太少，刚刚好，而且它进来刚好，这么油脂丰富了，然后吃到3到5分这样。嗯，煎到是和牛的牛小排，油花小一点，但是它相对肉味比较重。嗯，对，然后正中带一点嚼劲的口感。刚才那一段我还没讲口感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没关系吧？你要讲什么？化掉了，不见了。就这样哦，你说你等一下不见了是不是？要不见了，我们先不要讲话。哦，接下来你让人家好剪，让哪位好剪？他剪掉，他还不剪他呢。哇塞！你看，你看播出，从骑马那段你就不在了。对，都可以接得到。不是，是在，但是奇怪，他怎么都没有讲半句话？这个朋友怎么那么避暑？我手蛮长的呢，硬要他跟刚才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小排的口感哦，比刚刚那一个多了一些角逐的时间点。角逐怎么？你要角逐怎么讲？角逐冠军哦。咀嚼的时间长了一点。它这个是美妙的穿插的，就越嚼越香。这样穿插是对的，但是如果这样再穿插，这样就多余。老饕肉来了，上面还有筋膜。上盖，你看它那个油化一下去，下面那个火焰，你自己看。修剪哇！一拉起来再跳，你看拉起来再跳，你看有没有肉？啊，这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老饕上盖肉，老饕老饕。下一片赶快帮我烤一下那个油脂。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这东西已经生吃了，这个油花太丰沛了啦，满满的。如果第一片肉是十分瀑布的话，那这一片肉就是尼亚加拉了。嗯，哦，那个油花更多了。现在在沉醉在上盖肉的油脂。哦，我现在还拔不出来，拔不出来，你要蒸脑干了，拔不出来。老板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真的觉得哦，来东门市场，这算是我们的初体验了。嗯，哦，每次来新竹呢，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重点是我们介绍了，那人很好，帮我们带来这里，他又找下一家店，我们赶快去找他。好，快点，走，一杯杯，走，给叫。镜头半天哦，现在学单枪。不啦，要等咧比天高，讲第一家啊，这一定是什么猪油拌饭啊，传统美食啊。人类，比天高。干嘛啦？又同手同脚。新竹最潮的潮牌店，潮牌店，哎，这段一个 model 一个 model 啊，没错，哇塞，哦，那可以把辣妹辣妹哦，辣妹驾到哦，左一下台步，哦，好潮哦，潮，人要回来，人要回来，宝妈，宝妈。我的同学叫宝宝啦，对，他的朋友都叫我宝妈。哦，你是他同学的妈妈。其实我叫琪琪。哦，琪琪，琪琪啊，你不会叫啊？琪姐，这间店是你开的？我开的，但是给了我的小孩。小孩处理这样。哦，也是我处理。对，因为他小孩处理，所以等于我处理。所以我知道说我们闹着玩啊，大家很辛苦啦，所以才在来新竹嘛，对不对？上次小胖带你学什么？学补习。厉害啊！拖鞋啊，十双拖鞋啊！你怎样？衣服有没有？潮牌的裤子，潮牌的 T 恤，潮牌的短裤，潮牌的外套，哎，任你们选。然后嘞？十件单。真的假的？看真的。小胖送拖鞋嘞，你送潮牌衣服啊？潮牌，任选。你又不是老板，你又不是处理。我处理，绝对不会私下付钱。但是小胖除了十件之外，他是工作人员一人一双哎。这个多。
有这好吗？我们八个工作人员啊，哦，那还可以送两一人一件啊，再送两件下去啊，哦，那可以哦，你说可以哈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可以跟老板求证一下吗？刚刚你认识我对不对？这个人哦，因为他很会说大话啦，小朋友他说大话，他说我们可以挑十件，甚至可以其中我们还可以送给网友。是真的假的？他说了算、啊。你有没有？我说的算。哇，你很燥哎！两位来，当然一定要的。这跟你没关系啦，那也要他带路啊，那也要我们老板娘，她愿意这么大方啊，真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闹着玩们，哎、欸，大家选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啊！不好意思吧，给人家拿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一件一定没事，真的假的？店员说都可以耶。他不是店员，他是老板。他就是我同学。他就是老板，老板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是宝宝哥。宝宝哥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。哦，有眼不是泰山，这什么牌子？你懂吗？你为什么拍照干嘛？好像郭富城哦。啊？人已归我，只剩我是那些过剩的，因我是黄油耶。我这样子弄下去，很像我是比天高哎！我为什么变成比天高啊？照一下镜子看一下。哇！哇！哇！赶快赶快，墨镜戴起来哦！被我自己帅到闪的。你看到的是我。哦，那就是。我觉得我还是选 P 最好了啦。我觉得有一点拍谁？猫咪很可爱，我们穿猫咪就好了。对，我就已经选了，那你可以拿到我们工作人员讲，我们尽量选 T 恤。我们把它稍微平均一下，是不是？大家没有看到，私下跟你讲。哇，应该可以。再做五下。这边呢也帮网友选了两项单品来，哎呦，这个不是那个叫什么喵吗？中子喵。那我选了一个抱枕，卡哇伊，有没有粉红色的？留言留起来。嗯，留什么？你比较喜欢比天高还是小胖？我这么残忍哦！好笑啊！还是说你觉得比天高输在哪里？我没有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哇！好感谢你，你帮我出个题目，你帮我出个题目，有东西了啊，可是要留言，大家要留言啊，要留什么比较好？啊，我们刚才有想到一个啊，就是说你觉得比天高输小胖输啊，大家就会留啊，还是你觉得这个不好吗？不好了，因为这个观众一定一面倒啊，这个怎么会说小胖不那个好嘞？好，那就让你们自己比较，你觉得比天高比较厉害，还是小胖比较屌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揭晓，来揭晓，来揭晓。再次谢谢琪琪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走啊，走啊，走，下一个点了。喝饮料，喝饮料。哎，我本来想喝仙草茶，但是我看到这个我就不想喝了。阿翔，好帅，这一杯是你的，你看。要选什么？耗子超帅。你要喝青草。坐一下，脚好酸哦。你们坐一下休息一下，我去挑个东西，你在这边等我。你还要再挑？我真是觉得新出人真是好有人情味，真的很感动。怎么会说那么潮店，然后送十件这样？对，哦，怎么会有人敲门？敲门！前面来，卡住了啦！帮我开门好不好？帮你开门。怎样？被锁住了是？看清楚了。咦？哎呦！哎呦！好险没有掉。没了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再换一次。转回圈再。哇！真的哦，真的。啊，结束了。喝饮料。就这样。哇！哎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刚刚有人敲门，哎，怎么没有人？哎，那我们今天这么多菜，我要拿掉了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最后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这个很重要。刚刚我们送的东西是送给网友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会员，你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下。可以哦，那我带你们去一个餐厅好了。餐厅啊，高级的餐厅。嗯，就真的是有得住又有得吃了。哦，重点是还可以拿哦，拿给付费的朋友。小胖在这，你已经都
到这里了哦，快要追上他了。等一下看到饭店的时候，哎，可能这样子有机会了，有机会哦。I had a dream that you were mine. You lit the flame right over the line. On my darkest day. 处理好了，处理好了，谢谢。哦、真的很厉害耶！哎，这个是美式酒吧感，嗯，后面还可以打撞球，我们的最爱。对，然后还有飞镖吧，飞镖，后面哇，还可以看棒球。对啊，这个 OK 了吧？你看这个是。对，这个蔬菜，这菜好香哦！他应该是请一个烤肉超级达人烤的蔬菜，对，有够香的。光吃这个生菜就已经被他们收服了，值回票价了，没错。我要成为他们的会员，没问题，你们都是我的会员的。看到这个蛋好像厉害，苏格兰蛋很香的，你知道香什么吗？香在它的牛角肉。哦，你说外面有一层，对，哦，看到看到，外面那是酥脆感，可是吃到里面的居然有一点带点湿润的那种溏心蛋，对，不一样的口感。前菜吃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接下来这不是前菜啊，这个不是主菜吗？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没有，马上就来了。哇，这位是我新竹在地的好朋友建明哥。啊，谢谢。讲什么建明哥就生疏了嘛，叫马国碧哥。牛排酵母 Julie 做的牛排，对，全世界大概只有几个国家吃得到。那 Indigo 把它带来台湾呢，而且全台湾的三家分店。只有新竹市吃得到这一道菜，这条牛的第5到7段肋排，慢炖了24个小时。上菜之前呢，还花了20分钟，让它三进三出烤箱，抹了3次酱，就来到你们的面前。哦呦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一起才算三进三出。牛肉排，牛肉排，我说这个寿司好棒。它的甜，我觉得它不是单纯只是给你甜而已，它给你一点点那种温度的感觉。因为刚入口的时候，它是先品尝到肉肉的嚼劲，当你咬着咬着累的时候，它那个肥肉的油脂就会出来救援哦，然后一瞬间它那个肥瘦比例就会达到一个很完美的平衡哦。你看它，老梗，嗨，站住站住啊！那个大火上面，然后在那个铁网上面烤出来的哦，那一种奔放的热情的感觉。但重点是什么？看到最后的观众，他想要知道中间到底要怎么得到。来了，一间，然后两间，两间，三间。哎，目前为止最多间的会员独享，刚刚讲了会员闹粉的会员在地。开心！哇塞！你想这样可以吗？差不多。我想这样哦。那我再加码一下。Kevin 哥，买一下。有人这样叫我。你就干！其实我们董事长他也是闹着玩的粉丝。真的假？真的。刚刚打了电话给我，请我多准备2张。送5间。总共5间。那你这里面有东西吗？真的是有心准备的啦。哎，很感人。这一刻真的很感。5张，我有加入会员，我有机会哦，我也有加入会员。在线上正在收看的网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的，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。然后现在送了5张住宿券，我们送饭店住宿券没有这么多过。对，最大气，最大气。没有，因为新不是你，我说经理，我说谢谢 Kevin 哥，谢谢。对，你要说一下是我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先请问贵姓？哎，Kevin 哥好高啊！对，Kevin 哥好高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都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师傅，好了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个介绍人啊，好不好？谢谢志杰，谢谢好朋友。新竹 Indigo 是这样 ，Indigo 它的融合，因为新竹科学园区，所以我们融入了科技这个元素在饭店。但是从入门到进到房间餐厅，你不会觉得这个饭店冷冰冰，反而是用更 lifestyle 的方式去提供这样的服务。欢迎你们来。好，主观，不要开门，你靠一下。啊，好舒服！哎，这超舒服了！哇塞，这么软了。我在介绍饭店，你不要管。哇，这好舒服啊！那你边舒服边介绍，为什么在这里？哦，好舒服哦，因为住这边哦，新竹是一个科技城市哦，这很舒服的枕头，最重要的好舒服哦，它离交流道又近，不管北上或南下，哎，你只要5分钟就可以到交流道了。重点是好舒服哦，用一句话形容陈炳立，爱管闲事。那用一句话形容谢新浩，哎，无所事事。无所事事。我很多事什么？
我都有啊，看我都在休息，看起来在休息啊。你觉得介绍人表现如何？怎么演的比我还好？不知道在干嘛。他有出道，但是没有人知道。我的粉丝都在叫志杰比天高，现在的人数啊，多少？比黄西田还要高。没有人查过。黄西田大哥3000多人，我3200多。效果其实还蛮好啊。啊，其实就别让他听到了。其实这算是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。你有要征选我们男主持人这个工作吗？你有想要征选吗？啊，我以为我已经今天就进来了。哦，我只是要跟你说，我们没有这个征选活动，没有这个选项。但我想要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因为我在台中读书，如果台中要一城市一朋友的话，其实台中我也很熟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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